大家好，我是许正清，阿德莱德的广大球迷，你们好吗？阿德莱德是个美丽的城市，每一个周末我们都在18连这个足球场进行比赛，有你们的呐喊助威，我们都拼尽了全力取得胜利。还记得跟昆士兰丝好的我的一脚美丽进球。 现在我回忆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美妙的。阿德莱德的广大球迷们，祝你们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家庭幸福，也祝愿阿德莱德联队在新的赛季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谢谢。